突然令他们公然搞流脱的艺术搞小组和政治通吵。地方人士表示，透过昨天杀青搞流脱的插图，连到公园路还有留言路的平面道路，做的提高器像小人管、上门水库，增加燃起了龙潭市区的利便性。亚洲的修改龙潭搞流脱，那关系搞流脱，顺条台路切差的问题。挂头山后假设公园搞掉土，外头对面是旧通车。行政总署进从十七日视察工厂工，办公通车不止封闭民众，每时代带动福建的发展，本地风繁荣起来。工程人员经过几年的辛苦，终于要完工要通车了。对于这个地区的民众，对于所有的用路人，这是非常大的好消息。地方人士讲，高头土完工了后，在苏界小人馆、龙潭台北巷休闲区，得到观光游了景点交通车车的情形，对产业发展同观光休闲有帮助，对龙潭地区产生一个行销面向较好。两挨挨条产农来讲，送货啦，吼，或者寄货来讲，差了分流上挨条就合方便。那上下班的啦，送货的啦，一样就出去，一讲来了。按照小人国六分来了解下吼，唔好讲切到龙潭，也系切到关西，都在节省上当多嘅时间。桃园市交通局讲，不论民众下九条土，以步行嘅景点也系省人人气，今日爱三到十分钟嘅车程，在友好分散附近龙潭同关西九条土嘅车流，碰巧龙潭天气土路上下班车流嘅交通负担，纾解车车嘅问题。今日新闻台桃园报道。